看一下这一头小灰驴的蹄子啊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小麻花，看一下后面蹄子也拧成小麻花了。你说得多受罪啊，都包浆了啊。小驴子，你昨天刚来的吗？啊，你咋这么受罪呢？啊，小驴子咋这么受罪呀？看卷成啥样了。哎呀，这个也卷成这样了，走路都走不了了。走一个，走，看一下啊，蹄面都包浆了啊，哎，翘翘的，这一个上面给上面开了花一样，看一下上面给开了花一样。哎呀，太遭罪了。哎呀，太遭罪了啊，遭罪的小毛驴。哇，真大的蹄子呀，哇，太大了。这头驴看一看，灰毛驴。哇，我不知道是谁了，简直是艺术品，是吧？蹄箍吧，叫蹄箍的叫啥玩意儿？就是老驴啊，七岁左右。哦，嗯，也不很老了。啊，真是一个艺术品啊！看上面跟开花一样，是吧？哇，哎呀，河北太帅了。哇，简直太帅了，但是走路太遭罪了。太遭罪了啊！你看这头驴特别瘦啊，希望主人赶紧掏个钱给它修修吧。看着都太遭罪了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一条狗。大狗。这也不是狗，这也不是羊，这是小矮马。小矮马。哟，指甲这么长。哎，还有马蹄子，把这条马蹄子掉吧。马。啊。是吧？这不能给俺们，这贵。这是名贵的射特兰小。哎，你们圈里有个驴，那蹄子该长了，你长呗。钱出来，长了多卖点钱，不长不值钱。说多不多，说小不小。哎呀，四五条呗。哪里？你这可可了，一家给刀了，后悔了。虾都出来了，还下外边的鸡蛋。哪里？哥。一百斤的三毛，仨人挣的，我这重。老头表房皮，我跟你说，全是这人。
前脚。别往后走，真真好的。我老妹儿一把给了，一把能可干净了。修啊这个。不很好修，捞个把凳不能多转。跟那会修羊皮了似的，坐着把凳你可白扔他了，还不放开我，你可白扔他。吐半天十个角。给子儿，不动。录一个。来，你再吐一个来。得了。这是哪个嘛？卷了下来。跑没影了，今晚上跑没影了，他跑那边去了。